久，有没有很久了？啊，爷爷奶奶有没有去看过我们的义诊呢？没有，有，去年有去，去年有去哦。学妹，你什么时候认识北一三福的？小时候，小时候，小时候啦。是啊，阿俊贤，你什么时候认识我们的？小时候。你们什么时候认识北一三福的？我小的时候吧。十几年了，太久了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你喜不喜欢我们来？当然。为什么嘞？好玩。那你们喜欢这样，我们每年这样过来看看你们，很好啊。聊天。哦。喜欢。是真心的觉得吗？总比六人来好玩。对啊，那么整个暑假都很无聊，都不知道干嘛。他们很开心啊，那小朋友都很开心。有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哎，小心小心。你喜不喜欢我们每年来？喜欢，那你喜欢哦。那有什么？我们来有什么？我喜欢你们在这里，就不要回去啊！好。我知道你们山地服务队其实功能很多元化哈，那么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大概医疗资源的之外，你们还提供给他们哪一些方面的协助？主要会在就是带小朋友，就带服务队，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啊是农忙时期，那大人都不会在，那他们就是会放小朋友到处乱跑，那小朋友就会可能会学坏，对吧？那就是我们就趁这个时机，就是过去。就把小朋友全部抓来学校，然后我们就办活动，发挥了一些安亲的功能啊。对对对，有点像，就是小朋友就是没事就会跑学校，然后没事就扒着我们这样。然后就是让他们跟我们更亲近一点，然后也是消耗一下他们无尽的过剩的精力。对对对。